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去看广州的标志五羊雕塑，我们现在马上到了，我现在在门口，给大家看一下门口的风景是什么样子的。稍等一下，我们先是去往五羊雕塑的路上，还不错吧？趁现在人少，我们先透透气了，先不戴口罩。其实耶稣公园的环境挺好的，平时这周边的市民呢都经常来这里运动，还有。我有一些朋友过来广州的话，我都会带他来五羊雕塑，它本身它是老广州的一个标志，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心岛还不错吧，空气特别好，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啊，并没什么人，好像一个人包场一样。从这里拐上去的话就是五羊雕塑，五羊仙亭。当爬山遇到这种环境，除了蚊子多没有其他坏处，基本上负离子养分的话是很高的。大家看这路标有没有觉得越秀公园还是蛮多东西看的？这是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随机的一些雕塑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待会我们要看到的五羊仙亭。五羊仙亭呢，它是一个大型石雕，总长度大概是42米，最高点为7米，其中五羊仙像高2.5米。五羊仙境雕塑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手法，以五仙下凡、受税移民、劳动丰收三个画面来展现五羊仙的传说，意境深远，造型生动，使人们如置于神话之中。走，我们一起过去看。这个地方好像打卡很不错哦，顺便打个卡吧。这个背景拍照还是挺帅的吧。小鲁，这个鲁，这是不是上五羊仙去？这仙亭嘛。仙亭的路好像并不遥远啊。走，我们需要坐电梯上去，这样子会轻松一点。看一下周边环境，没人，打卡的好地方哎。看到实物感觉还不错吧？这也是广州的城市徽标五羊石像，这座石像建1959年，共用131块花岗岩雕刻而成，连基座高11米。它的创作来源本地流传甚广的五羊仙骨、翠仪、楚亭的传说。最前面这只跪地吸乳的小羊象征着报恩，旁边那只回首顾盼的母羊象征着慈爱，一只正在低头专心吃草的羊象征着勤劳，在它身后有一只帮它挠痒痒的羊象征着互助，而站在高处的大羊昂首望向远方象征着勇敢。五羊石像的寓意是报恩、慈爱、勤劳、互助、勇敢。我们今天的五羊雕塑就先看到这吧，好吧，改天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景点，拜拜。喜欢我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。